今天这萝卜缨子可好的了，这再揪下来点叶，今天中午用它包点包子吃。洗一下，这萝卜缨洗两遍，这锅水烧开了，焯一下。焯好了，捞出来。水攥干了，切一下。拌一下，这肉馅儿是提前我和出来的。这萝卜缨今儿个有点切多了，又是一大盘馅儿。和好了，馅儿整完了。面也好了，发了。今天这个面没算发大劲儿，就属于半发面儿。今天这没发大劲，就跟那个馒头那面一样的了。今天这个面有点刚要发，我寻思就包吧，像你说似的，包子有馅也没事，都晌午了。这馅儿挺好。馅儿不知道能不能香啊？今天肉感觉没有往回落。萝卜缨子不多了。今天你看，依旧是包包子，我这萝卜缨子切的都整，就那么切两刀，那么也再没咋剁。包子不用切那么碎，不整那么碎。握盘鸡蛋，握握粉条汤，包子好了，好嘞，吃饭。你家这梗劲儿，梗劲儿。今天这个包子面属于半发面的，没太发起来，你看蒸出来有点发亮嘛。萝卜缨馅包子，我们李兄回去帮又一家亲戚去收水稻去了，这两天就是帮忙，我这没去，下午吃完饭了，把当院晾那些苞米给它搓出来，也不太碍事了，搓出来晾粒儿，晾粒儿省地方，而且干的还快。冰箱还有点虾皮儿，我没找着，找着我现在搁这里了，好像应当是掉冰箱底下了。你要搁这一点面几个的也能哈，你关键没搁面，你说焯着萝卜缨啊？不是，发面啊，发面没有，今天是忘了。广哥这酵母发完面，哎呀，就把那面几的忘了，但啥也没搁。你这梗就是这样式，嗯，是不是啊？吃的也行。今天心血来潮弄点窝窝汤，我就感觉我挺长时间没吃窝窝，挺好吃。那天我挠我就觉得挠这个可好吃了。嗯，
好像没有炸过呢，比掰的锅好吃。那你吃心理作用都一样。我这个也是多煎锅闹的，哪是大锅呀？不是，我那天是大锅闹。嗯。人家他们这爱插这个窝锅粥，往年我也整两回，今天一回没整，因为我也不爱吃。你吃鸡蛋吧，锅里鸡蛋。嗯。下酒菜。你这喝汤吃稀饭，你这感觉一凉一热，你有点不对桌。这两天我们帮帮我妈把圆的大白菜腌青菜腌上了，这么的就把苞米搓出来，剩下就清整大地的活儿。这苞米现在一家嘎的都没有。这是夏天的吧？嗯。他老吴家好像还准备长圆呢。他们都要收棒子。昨天给那个小龙家帮收棒子，他们那几家意思都有心想收棒子。我问我们，李学辉我们说想收这个。收棒子现在这个玉米价格也不知道能啥样。这现在关键卖玉米这好像连七毛钱都卖不上。起码卖不上呀。30个穗儿7.6毛左右，那30个穗儿得多干呢？头那咱这苞米还34个穗儿呢，32个穗儿，等到后期了，最后我收那两天30个穗儿。你看我家一个，没上院准备好。对，他们要收棒。哎，收棒子这可咋？收棒子他妈得割呢。收棒子这是最后一招，再剩的卖地都不收棒子。收棒子现在苞米少行，这苞米多，老大一堆了，还怕五堆？还怕五堆呀？你下雪就得清雪。不是，这还挺干净。这个机器是真幸运啊！吃完饭了，我们把这个院的苞米搓出来。整那儿去，我等到时候要干啥就晒上了。瞅这玉米，这就是水分大。天儿好，搓出来，省得天儿冷，在外面还坐不住。干啥就亮了。这一下午就听着噪音了。
这紧的捂着呢，还是没整完呢。搓下这些还剩点，明天再整。这乐是啥意思？不是我们整的慢，是机器就一岁一岁往里运。实在来能整就整。那上午那个不有双湿？你这整这么一堆，之前有没有一千斤苞米？这堆。但是我们是把地头子那个和圆的那个都拿过来了，还有点没搓完。